統九套山豪宅區以低密度住宅和洋房為主，一向都是政商界、富豪、馬圈和影視名人的聚居之地。而長實的明日九套山正正就是在這個矜貴的地段上面，依山傍海，氣派超然。明日九套山位於九套山的最前端，是九套山至今最後推出的地皮，地勢居高臨下，環顧四面並無高層建築物緊貼，景觀格外遼闊。除了可以飽覽吐露港和馬鞍山郊野公園的山海美景之外，部分單位還可以遠眺馬場景，夠曬開揚，連吸啖空氣都清新啲。明日九套山位於九套山麗屏路十八號，現時僅餘少量的三四房向海大單位，以現樓形式推售，單位開即市正，無論是三房一套定是四房雙套都一樣咁實用。明日九套山屬於中低密度的住宅項目，附近都是江輪大湖，環境清幽恬靜，私隱度高，再加上單位室內空間感十足，內外條件都咁優越。明日九套山是这个尊贵地段的最后一个新盘供应，真的非常珍贵罕有。有兴趣进驻九套山的话，就千万不要走步了。